了了，临时集团要垮了呀。不可能吧？怎么会不可能呢？我刚刚从公司回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在那边，我亲眼看见，我亲耳听到的。这全球经济不好，但林氏集团再怎么说，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不会说倒就倒。现在人心惶惶，到处都是谣言，别再地下自己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啊，目前也只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咱们就走一步算一步吧。你在这儿啊？哎，未来的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难呢。现在市场没有一点回暖的迹象，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我们可能撑不了多久。快死了你还笑得出来？可至少我们现在还活着。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茶水间的时候吗？中反外贸的茶水间。对啊，那时候我还是个茶水妹，你是我们公司的贵宾。要是那个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我会成为你的下属，还会跟你一起探讨你公司的存亡，我打死也不信。所以呢？所以世事难料，只要我们还活着，一切都会有可能。不要灰心了，简爱，你还真是我的小太阳。热一点。热死了。喝咖啡吗？好啊，不过我只喝，哎呀，包装的，还要用纸杯啊。没问题。见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送水果。这么多啊？这是什么？我最爱的菠萝包。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这个留着慢慢吃啊。阿娇，这个要趁热的啊。我问你一个事儿。什么事？那个方恒之，他跟简爱到底什么情况？什么什么情况？他们两个就是老板和员工啊。不可能，我总觉得不对劲儿。哎，你别吃了，别吃了。干嘛？去茶水间看看，帮我把把门。我不去。你快点去嘛。哎，你回来再吃。三分之一糖。没错。小心烫。嗯，这也没什么不对呀。你没经验。你有经验。简爱她从来没有用那种眼神看过。真的很烫，这个。李明，算了，看开点啊。泡的。阿娇，你一定知道什么啊！你一定知道什么没告诉我。我知道什么？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我的阿娇，你现在摸着你的胃，我请你吃了多少顿夜宵，多少顿水果，多少顿菠萝包啊！啊！
你还瞒着我，你自己的胃不会痛吗？你把门关上好吧。哦。走吧。其实也不是像你想的那样。我想的哪样？你说你想的哪样？那你说呀。确实啊，方恒之是对简爱有意思。我就知道。但是简爱他没答应啊。这么说，我还是有机会的啊。李一鸣，我呢一直都是很支持你的，这你是知道的。这次，讲实话，机会不大。现在机会不大，不代表我以后没有机会。你是，你说是不是？你打算怎么做啊？当然是一如既往，一心一意，一往情深，一直等下去。这个菠萝包我恐怕还要再吃上一阵子的。没关系，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其实我还有个建议。你说。我们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赚钱，就该想想该怎么省钱了。那不是已经有很多员工走了吗？那才多少啊！你看这办公室这么大，每个月水电费都不得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干脆搬一个地方？其实我们之前的办公室也不错啊，现在我们就这么几个人，也够用了。但如果有客户来的话，那是面子问题。我们现在要想的是怎么活下去。我考虑一下吧。你有感觉后悔吗？这大半年白忙活了。别这么泄气。金融风暴其实大家都一样。中国有句古话呢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就相信我们会好起来的。对不对？那你这信心跟热情是永远用不完的吗？你不说我是你的太阳吗？我还要燃烧好几十亿年呢。我啊，好痛。怎么了？有东西进眼睛嘛。我帮你吹一下吧。啊，没关系，你放松就好了。啊啊。找到你了吧？哎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让你伤了！别！我让你伤！我让你伤！我让你伤！我不知要等多久才能再拥抱你，躺在你的手心，安静哄我睡去。为我翻山越岭，为我苦苦寻觅，纵然满身伤痕，对未来充满期许。星斗万年，红色月光皎洁，萤火蓝色海洋，为你留下美。掌心的温存留在我身上，温柔泪痕，你是我刻骨铭心的人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怎么了？我讨厌下雨，我特别讨厌下雨。没事没事，等一下。
没事吧？秋儿不怕了，有我在，又护着你。